多管，多管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断之而后快。对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今天必须除了你。阁主，方圆百里都查过，没有什么仙妖或是猛兽出现过。继续查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我一定要抓到凶手。是。青青，放开他。将军，这位先生与青青是两情相悦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你知道我不知道？这几日你忙于公务，所以……所以就可以这样啊？他是江湖郎中，正在给青青治病。他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怎么受伤的？青青也该上药了，你就先交给将军照顾吧。就听龙颜的吧。那你要好好照顾他。还用你教？别想占我们家青青便宜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别想再占我们家青青便宜。将军，我先送这位先生出去了。他刚刚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说我想占青青的便宜。我和我的青青相处，什么时候轮到他品头论足了？你的青青，青青答应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他没拒绝我的追求，想必是同意。是吗？你们多久没见面了？我们俩……你公务繁忙，他整日清闲着，都没去找你。哎，恐怕情况不大妙啊。你说的话我不信，还有刚才居然说我是江湖郎中，不然我说你是罗峰阁阁主。
伤口还疼吗？果然流血痕一消失，你就来了。你告诉我，是谁这样伤你？没有谁。我一定要抓住此人，让他知道伤我罗峰阁人的后果。其实是我自己。你为何这么做？因为额头上的流血痕很丑嘛，会把人吓跑，而且怎么变都变不掉。我越看越讨厌，越想越心烦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割了他。胡闹！额头是仙妖界天眼所在，你额上的流星痕只是有碍你的美貌，你如此作为只会伤害自身灵气，真是太不知轻重了。灵气我不在意，我又不想飞升，我只知道美貌很重要，我不想人家讨厌我。你是不是傻了？谁会因为这讨厌你？对，我傻，我笨，我没有脑子，所以我只能靠美貌。要是连美貌都没有了，我还剩什么？你要是这么嫌弃我，可以不要管我。你走啊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说走就走。脑袋本来就小嘛，我没想那么多嘛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这么做吗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回去告诉冰星，别再四处找凶手，顺便拿这个给你。生气有用吗？先想想如何让你的额头不留疤。那个郎中叫什么名字？什么郎中？欺负青青那个。哦，他叫雪千寻，他是个好人。一听就是个江湖郎中。他对青青怎么样啊？将军放心，他对青青是真心的。他要是敢辜负了青青，我一定把他削成人棍。